哎，好兄弟啊，哎，我下到结婚，哎，来不来啊？来一下嘛，来一下嘛。啊，你在忙？啊，好，算啊，都有遇到你在一起吃饭哦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啦，拜拜啦。哎，你这好兄弟也太不义气了吧？你们要结婚他还不来？哎呦，人家就比较忙，就体谅一下他吧。哎，不是啊，当初你在帮他准备婚礼的时候也忙进忙出的啊，礼金也包了一大包啊，你现在要结婚了，他不来到底算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别这样说人家行不行？这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呢，况且人家才刚离婚，又还没有走出阴影，你要他怎么在我们这大喜之日还能嘻嘻哈哈的啦？也不是啊，那人不来，好歹礼金也来吧？啊，两个都不来，到底怎样？哎呦，人家刚离婚，那个什么房子、车子、存款啊，都给对方了，而且已经惨成这样子了，就别刁难他了啦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不是我害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给你了啊？对哈、哦，但他肯定还有私房钱啊。你好歹给人家一条活路行不行啊？那是我兄弟，也是你前夫。